来看这边，三方一法式化简行不行？来，一加三 ，cosec 三十度 ，cosec 是水导数 ，sin 三十度是几？二分之一，所以说导过来是几？二，减掉 tan 四十五度 ，tan 是几？一分之一是几？一，一样，所以一加三 ，cosec 三十度。cos 三十度是二分之根号三，这样行不行？减掉 cotangent 四十五度，四十度在这 ，sin cos tangent 是一分之一，倒过来是几？一，所以算出来时告诉我分子是几？二，分为二分之根号三，把二分之根号三倒过来是根号三分之二，再乘二。所以乘起来是根号三分之几？四，是出来了。来这边后，麻烦一样去把有理化，上下同乘根号三，三分之四根号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把这边看一下。